Hello， 大家，咁今次就讲一讲呢个人中之王 online 嘅一啲思看啦，系一啲嘅心得啦。咁我都玩咗好几日，都知道边啲卡边啲卡劲，边啲卡唔劲嘅。咁啊都拍段影片讲一讲啦，系啦，关于呢个人物嘅劲唔劲啦。咁啊，大家方便大家去手抽嘅，系啦。其实手抽睇打睇大家嘅选择啦。好啦，咁如果我有嘅话咧，就系呢张 SSR 啦，系啦，基本上 SSR 都有佢嘅保证啦，但系都有啲可能系唔系咁强势，即系比起其他 SSR 唔强势嘅都有嘅。咁啊，先讲一讲真道先咯，可以话系几强势嘅一只嘅卡片啦。佢系因为攻击嘅 type， 即系攻击嘅属性啦，咁啊非常之突出嘅攻击嘅。另外你睇到呢一个系队长技啦，攻击 type 咁啊，魅方咧回心率50%+5%啦，系啦，55% 上升嘅。咁其实都冇咩大。冇咩大特别啊，因为如果你成队攻击先有效，但系你未必要成队攻击嘅。其实呢个 game 我觉得，咁我睇一睇技能方面啦。技能方面第一招就系狂犬嘅咬啊，狂犬嘅咬，敌单体咧攻击力420%攻击，并且令到美方三体咧速度7秒内31% 上升。换言之咧，即系话呢一个咧可以令到即系开咗之后咧，美方有三张卡咧就会加速嘅。下面嗰张就系呢一个主动技啦，主动技方面咧就系敌三体180%嘅攻击，并且自身速度10秒内加45%嘅，咁都系加速嘅技能啦。可以睇得出真刀如果开咗技能咧，攻击系非常之快，因为加咗速啦，系啦，咁啊同埋佢个强势嘅攻击力啦，令到佢有非常之突出啊，非常之突出。咁佢有分几个属性嘅，咁呢个都唔特别讲啦，系啦。咁而另外咧。呢一张啦，呢一张都劲嘅，系呢一张嘅话咧就系免费送嘅，免费送嘅一张 SSR 啦。咁我自己嘅话咧搞呢张啦，因为佢其中一张女过啦，咁用过先知原来佢劲嘅，系啊劲啊，我自己觉得。咁啊睇一睇能力值方面啦，咁系辅助型嘅，咁所以佢个各方面都唔会话太突出啦。你头先见到真岛差唔多2000，因为佢60呢啦，咁可能如果呢只60呢，我谂到时应该都接近2000到啦。真岛几多战力啊？真到好似2000几，啊真到2500左右啦，你当佢。咁呢一个我谂到时可能2000头左右啦，2000头嘅攻击力啦。咁因为佢系辅助型，所以冇乜所谓嘅。好啦，咁呢一个主呢一个队长技都系唔会用，咁所以我哋 skip 咗佢啦。好，睇第一招嘅呢一个技能啦。咁第一个技能咧就系敌单体300%攻击，并且令到敌三体防御力咧31% 嘅下降啊。咁换言之呢一张卡咧就系佢降防嘅作用啊，非常之有用啦，我自己觉得。咁下面嗰招我就基本上唔会用佢，因为太过贵啊，因为要用9点能量点啦。咁就可以令到小血嘅两只敌人咧攻击力330%攻击，并且40% 封印啊。系啦，咁但系都唔会用嘅，我宁愿要真到个招主动技去打嘅。咁睇得出其实呢一隻咧，佢个技能即系佢个招嘅第一招呢招技啦，因为咧降防呢一招咧，我觉得几有用，所以我一路都用紧呢一隻嘅。系啦，咁另外咧就系、是、首先就讲一讲我自己有嘅 SSR 先啦，系啦，讲一讲我嘅见解啦。好啦，咁呢一张都系送嘅，呢一张摇都系送啦，可以话一张保师，其实冇咩特别嘢讲，系一保师啦，系啦。咁就保师我谂。如果你个关特别难打或者死得快，可能要放一放保师啦。另外就系伊达真，一开始抽伊达真咧，其实我系抗拒嘅，系啦，唔系我就哇伊达真唔系话 SSR 都冇用啦。诶，点知发现咧，其实都有用嘅，因为嗱主动呢、這个队长技唔睇，呢个主动技啊，呢、這个主动技都唔睇，我哋净系睇一个，就系睇呢个正义之守护者，美方全体防御力8秒内40% 上升。咁呢一招可以话系一个加防嘅技能啦，其实系非常之强势嘅。因为只要开到呢一招之后咧，对方打落嚟咧嘅攻击都会大幅下降啦，大幅下降。另外好多时都会咧喺伊达真喐嘅时候咧，对方都未喐嘅，即系通常都系加完防之后对方先打落嚟嘅。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几劲嘅伊达真系啦。咁而另外我仲有嘅就系呢一个帕木修。啊，帕木修啦，其实我就唔太熟悉帕木修呢一个嘅卡嘅，系啦，咁啊呢一个队长嘅好似系话咧能量点数4以上咧，全美方回心10% 上升，咁即系话其实成队都用到嘅，但系就系唔可以用技啦，应该就系、是、我唔系好清楚你，只因为我冇特别去 check 啊。好啦，咁啊睇一睇呢个普通技能啦，普通技能就系呢一个攻击力。对于咩啊？攻击力高嘅敌人三体咧，50% 咧有6秒嘅封印啦，可以话一只封印嘅角色嚟嘅。
咁下面嗰个咧就系、是、封印中敌优先，敌三体功力 190% 攻击。咁即系话佢可以打三体 190% 攻击，并且 40% 有打破。呢、這个打破唔知咩意思，但系佢就可以造成5秒内800伤害嘅，系啦。咁最有用应该就系呢一个封印啦，系啦。但系封印其实我就唔太清楚啦，封印系封印啲技啊定系咩？不过封印啲技有用嘅，系啦。有啲时候封印技系唔错嘅 ，OK。咁呢个攻略网都有写咧，最强嘅卡组系啲咩啦？咁我哋逐一逐一睇啦。好啦，有时佢会卡卡，不过唔紧要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一睇阿布亚一亚亚先啦，因为佢就佢呢度嘅解释咧，就系佢系呢一个队长技能咧，未方全员火力 up 啊，咁即系话咧系成队都食得嘅，唔需要话系可能系有所限制攻击 type 啊、防御 type 嗰啲咁嘅麻烦嘢啊，咁就成队都 up 嘅。另外咧可以打两个人嘅技能都喺度啦，咁所以佢亦都自己系攻击系嘅，所以话系一个非常之强嘅输出啦，冇错。而真老五郎第二位啦，头先所讲啦，回心率 up， 未方嘅火力 up 贡献啊，速度上升效果强力，冇错。咁啊头先都讲过真老嘅强势啦。咁基本上咧头三位都系攻击系啦，因为攻击可以话喺呢个 game 都几重要嘅，即系可能你讲紧推关啊或者咩成啦活动嗰啲都一定重要噶啦攻击。咁啊体属性攻击 10% up 啦，因为佢就有所限制，所以跌咗第三位啦。咁佢亦都可以打复数嘅技能。咁啊，未放功力 8% up 啦，呢个都可以，系啦，咁就都系，如果抽到呢三张都系非常之好咯，因为你冲关冇问题咯，可以话系。另外就牙岛啦，牙岛就系非常之强咯，我见人用系劲嘅，系因为真系劲嘅，啊真系劲嘅，未放全员回心力 up 呢个都唔特别去睇啊，呢个唔睇啦，我净系睇中间咧招其实已经够啦，佢可以令到咧未放三只啦，即系自己三张卡咧无敌十秒。无敌十秒，咁即系话基本上咧，你嗰头可能唔讲头啦，你摆一张宝丝落去，再加队长牙岛嘅，或者系求其啦，求其你自己有牙岛加嘅宝丝嘅话啦，基本上你可以好稳定咁过关嘅，系啦。当然啦，你可能要磨咁解嘅，可能要磨咁解啦。咁佢最强就系十秒嘅无敌啦，咁另外嗰啲我都唔睇啦，500% 攻击防御力咁优势呢啲唔睇，净系睇中间呢一招已经系睇得出佢个优势喺度啊，佢嗰张卡嘅一个强力之处啊，系啦。好啦，到第五张呢一个卡片咧，佢就可以造成呢个回避力 up 啦，并且全体攻击嘅。咁佢有支攻，有佢攻击咧就系用枪嘅，咁可以打全体嘅，系啦。咁啊都系攻击系，冇咩特别嘢讲啦。咁呢一啲都系冇特别啦，系睇下先。上升量30% up 魅力，呢一个就系、是、技能点啊，技能点。呢、这个都系可以加攻击力啦，未方技术性啊，系啦，伊达真第七位啦，好可惜，因为佢就始终唔够呢度咁劲，但系都可以上到榜嘅，因为佢可以加防之类啦，就可以加防啦，啊，攻手嘅 damage 大幅下降，大幅减少啊，系啦，大幅减少，系啦，咁我头先所讲系亚狗尽量啦，因为佢有呢一个防御嘅优势啦，防御下降嘅优势啊，咁并且咧好少话。复数攻击的技能咧好少嘅就话系嘛系嘛 ，OK， 咁啊当佢净系睇中间啦，系啦，其实我用呢一只都系因为佢嗰个下降防御，即系下降敌人嘅防御比较优秀啦，所以我就用咗佢啦。嗯，咦，出咗去嘅，好啦，咁啊睇埋呢一只咧，呢个 Yuli 男性嘅卡。组男性嘅卡咧，攻力 10% 攻击，并且可以造成呢个血量回复嘅技能啦，活跃，即系话咧佢就可以回血，系啊回血。第十张呢个东出塔子，咁啊男性回避率 10% up， 并且全员攻力回心率强力 up 啦，咁就系一只嘅辅助型，系啦辅助型啦，冇咩特别嘅，系冇咩特别，我自己觉得冇咩特别，即系。你当系防御咁样，即系当系防御咁样，但系佢系加攻同回心嘅，加攻同回心可以话一只辅助输出型啦，系啦。咁我哋睇下啦，呢度头先所讲攻击头三只都上咗头三啦，最强。咁防御型牙岛伊达真啦，系啦，帕木修我都有嘅，系争牙岛。咁牙岛基本上我有伊达真，其实唔系，我谂牙岛大河你去到好后期咧，我谂都有得用嘅，反而伊达真可能会。比起牙岛就争少少啦，系咯，伊帕木修我暂时未揾到佢定位嘅，因为我唔太清楚封印呢个技能系啲咩嘢咧，咁大家知道可以话俾我听啊。
咁啊，辅助型呢个辅助型啦，辅助型嘅话我就中间呢一只咧用咗，我觉得成队入面咧一定有一只辅助，可能系加防，可能系加攻或者减对方防，系啦，我都觉得几重要。咁呢只我应该会摆好耐嘅，可以喺我队入面。咁啊系啦，呢一张就系送嘅泽川遥啦，非常之有用，非常之强啦，基本上保师我谂都冇咩可能唔强噶啦，保师。系啦，咁暂时就系呢一啲卡啦。其实佢有张都特别几劲嘅，但系佢冇讲出嚟啦。因为始终你抽到可能其他呢一度榜上冇嘅，可能都几劲嘅，系啦。但系我要睇下啦，真系。好啦，咁我哋翻翻嚟呢一个抽卡嘅池入面啦。咁啊，抽卡池入面就可以睇下边度 SR 啦。好啦，咁我就准备储多500就抽呢一个攞 SSR， 咁我到时再諗嘅。其实我自己想要一张就係边个呢 ?SSR 入面呢一张花啦，係啦，呢一个就係阿 B 嗰个秘书啦，如果有玩人中之后就知呢个 B 个秘书啦。咁呢一张呢就係可以令到呢一个技能嘅时间呢缩短啦，係啦，自己即係获得更多技能点啦，咁所以都几有用嘅。但係我就諗緊要唔要用阿牙岛或者係第一张头先嘅火野啊，唔係阿布雅雅，系啦，我谂紧，因为佢得 0.09 啦，非常之难得。咁到时我500石之后咧，就可以抽多次，就即刻选一张 SSR 啦。咁到时再谂要边张啦，系啦。今次呢度俾 Hero 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